不是，你出来这边就有那个金钟，金钟小金钟三，坐。那我可以打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好。还蛮好啦，放下一下就算省了快啦。我们要开始考试。那个收头上你在哪里？你要看这个。五千四，五千五五五十五千。本来要考试的，然后看到大家都烦，吓死。头天五银三方，有天五十四。求夫妇心意，滚球七七行速，要夫妇图云此事，他闻其变引其修饰，无此无不言求因其所无无恨好言，徒无无其好恨，闻出有数也。来。不是我走了，那个不是那个，你们不是有那个什么衣服？那我们那个，啊，他有吗？公的衣服，他又买的，你是用买的呀？送给他呗，就不要跟他说。那、啊、你的衣服在哪里？直接。那你建议我加十。你是什么尺寸？看着轻，看着轻。因为他的衣服给他带工艺。工艺啊。带完之后拿来我这里。好。先随便的衣服先盖工艺。哎，收上去了。那个，等一下，那个水印的那些衣服先盖工艺，盖完以后再拿来开始。收工艺吗？对。哦。进工服还没开呀，怎么都收掉了？什么？先盖盖章。要盖章。一样进货。我都安静了，我想说应该没有了。盖章。另外，所以他说自然的，就是说你要能够宽放，然后自然去到更加的爱，而不是我先想到才变成他，那你别做心理，所以自然和谐，也就是说，当你能够全然的放开了之后，全然的享受交心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你的很多路就才走得出来。你是来这些，那是你家拢一点嘛，那是你个人干来呢？外星人，朋友面前认出去，其他搞不懂。哦，我这样一解释，有没有很清楚？不用的，就放着。就是按水灵儿的嘛，水灵的。没有了，等下再叠，结束后再说。那个，这个是于谦的，知道？还有这两个，对对对。然后还有这个。碰到水啊？对啊。什么？红丹。自然而然会让你不好受，让你一直不断进步，让你愿意去走这条路，去阻挡你，到最后我就可以把你清除掉。P， 所以 P 之后再跟，就是卖不了大了下去，就是我会建议 P 一下。这个我们通常都有 P 啊。三千块钱稍微点，因为我们要上整之前会跟弟弟做做产品。那个没那么快好，你但是你那个有一半是因为。
为无形的因素造成的。那你如果不能碰到水的话，那就先用镜子。要说了吗？很快的。你要是你拿一个，你拿一个不懂。就。拿一个不懂，因为我觉得在我。那多就得多久？就。放开所谓的就是说，因为你的做事畏畏缩缩。啊，对呀。你懂吗？因为你会怕做不好或做错，所以你不敢放手去做。但是如果你在做之前能够多问人家，哎，我该怎么做会比较好，那是你就不用怕啦。可是因为你不问，不大，所以你不问，那你闷着头就去做了。他错了以后，当然就错了。他错了，他万一以后被人家骂了，你又开始听了，你懂吗？而且他的意思说，叫你要无形的东西哦，多去跟他聊，多去跟他谈。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懂，没关系，去给爸爸这些行为来使用。但是问题是你还是畏畏缩缩啦，因为你想要做好求好心切，你问是畏在那边，我不敢出，我去无他出，你知道吗？我惊，不然就我就出去了，出去做。你虽然问了，可是当你在出手当中，你就觉得说，反正主要是脚，不会有方便，你懂吗？所以这种一直作为一种利害无益的担忧，一旦同情，所以他拿来到助产，所以他呼吁给你家啦，要做好心情。你要不断的去磨练，比如说我要晋升，我不断的去训练我自己的手法，训练我这个速度，训练我的能力，好，那自然而然先服务，就算是快乐，你有失败，你哪知道？就有那个感觉，了解吗？所以他其实很在进步。他说你迟疑无期，你有时候会有疑惑。行政工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